幸福的声音，不止我爱你，还有一起欢笑和哭泣。幸福有声音，只是叫不清，需要牵着手去用心聆听。担心准备了语句，感动的不是你为我撑伞，而是你陪着我去淋雨。幸福的声音，不止我爱你，还有一起欢笑和哭泣。幸福有声音，有你和我唱着歌曲，这是世上最美丽的歌曲，属于你和我幸福的声音。这么壮的人能出什么事啊？一定是在想什么新招数。我得跟他说清楚，要不要白费力气。因家中有急事，暂时休息，如果不便，请见谅。家中有急事，没开机。湘西会知道吗？哎，都这么大的人了，况且还有他家人，我瞎担心什么？今天辛苦你了，小公主一定很粘人啊。小孩生病啊，都是这样子的。而且我们是一家人嘛。对，家人。啊，要不要喝茶？这碗很棒的茶。啊，不用了不用了，时间比较晚了，我先走。啊，也对，今天把你留在这么久。你那边的家，没事，没事，替你帮我想到。不过从今天开始，那是我的事，不会再给你造成困扰。啊，我送你回去吧。不用。那我帮你叫车吧。哦，不用了，我想走走，我。今天真的很开心。欢迎你常常来看温迪。
喂，侯兆金啊，是不是你弟的事情需要请律师啊？文迪没再发烧了吧？哦，好多了。那你跟你爸呢？状况怎么样？啊？就那样。哪样？哎，就那样嘛。你不是说什么床头草床尾和，父子和好还要害羞啊？在说什么啊？我哪有我？你是爱在心里。你开。好了，不要聊我了。那你弟现在状况怎么样？他。不用说了，听到了。准备开演唱会了是吧？等我爸跟我哥回来就可以组一个团啦。上次温蒂说相亲相爱是什么意思啊？啊？啊什么？我告诉你，这个年纪的小孩不要乱教。还是你做了什么不可告人的事？对，我就是做了什么不可告人的事情，所以我不会跟你说的。拜拜。哎，相亲相爱。相亲，相爱。哎，哎，我就跟你说了，我不会告诉你的嘛。啊？哎，嘿嘿，振华。没有啊，告诉谁？哎，这很晚了，我明天跟你说发生什么事，好不好？好好，先这样，拜拜。真亏啊！但是我不知道爸爸车钥匙藏在哪里。啊？你们在门口了？哦，我帮你们开门。我去。在这里。
我叫你回去美国继续把书读好完啦。我不会再离开了。你这把你写的讲啥？你去美国读遐济年的书哦，啊差一点点嘛，你就得要毕业啊！你这把敢讲你要放弃？规家伙人为着要你读册，是安尼欠长赖多呢？啊，你说放弃就放弃哦，啊，你这糟蹋人心。那又不是我愿意的。你是在讲啥你啊？庆祝。你阿兄为着要你读册，家己一领衫衣都唔甘买新的哦。啊，你阿姐呢？为着要你读册，伊做老师，家己嘛是安尼求求欠欠呢。阮做士大人的。为你付出应该死好啦，但是你哥哥跟你姐姐呢，应该有欠你心，你这把讲的什么话？不要生气了，庆竹不是这个意思的。对了，他在国外待太久，中文的逻辑有问题啊。我管你什么逻辑有什么问题，我就是爱有责任感啦。你给他登去美国继续读好完。不是已经都退学了吗？阿友拜托学校了。要庆祝回去好好解释的话，他就可以回去上课。有听到无？把好看看的，家当的美国。我说过了，这里是我的家，我不会再离开了。你到底在坚持什么啊？我的坚持很简单，就是留在这个家里，做你们的儿子。啊，你不在家就不是我的儿子啊？那不一样。哥和姐每天就在这里生活，我就因为比较会读书，就必须一个人要到国外去。哥和姐不用什么理由就可以每天跟你们在一起，那我呢？每到过节的时候，或是应该一家人在一起的时候，我都是一个人过。都是你的孩子，为什么我就是一个人？你要跟你家人在一起，我们也想要跟你在一起啊。但是你有没有想过？当年你哥哥跟姐姐都是没有那个机会啦，你现在有那个机会，你现在不爱跟他读完，你读一个半上路的，你即马回来，你阿爸要创啥？要叫低三心，还是要跟我同款，跟你阿兄同款做好机会？那我宁可跟哥一样辛苦，至少每天晚上都可以吃妈做的饭。我讲的话你听无？好啦，我跟你讲，这间厝无你的房间啦。你先回房间休息，有什么事明天再说。要庆祝跟爸好好讲啊，这样迎风迎不会有好结果。我讲啊，可是他不了解爸心里在想什么，就像我们不了解他心里在想什么一样。喝个水。唉，来母甲变阿内啦，都唔在咧烦啥？我叫去读册，也毋是叫去上战场去打仗去赴死，啊！当然我气甲家气卡当真。
这只囡仔吼，讲实在啦，我有较舒心啦，较疼这只细只啦。啊，迄两个大汉的，我也不是讲无疼，啊，都一个敢那插头咧，啊，一个袂输敢那顽皮包，我全出头了了。但是我从来嘛冇甲这个囡仔安尼起卡，但是我嘛用嘴讲，啊，啥都爱讲安尼起卡，我甲。我知道你一定是气急了才会动手打他的。我都不知道你到底在坚持啥。你问我啊，我这个做妈的也不知道。哎，庆祝这一次回来啊，我竟然觉得对他有那么一丝的陌生。没事的，只是突然有那么一瞬间的感觉。我相信庆祝还是我们心中那个体贴又窝心的孩子。哎，既然他这一次这么任性的跑回来，我相信他一定非常想家，就让他多待一阵子吧。啊，唔读册，看他困在厝里，是要创啥啦？这么多年没看到他，难道你都不想他？啊，伊都拢有咧寄相片回来咧啊。好，你不想他，那我想他，可不可以？就让他多待几天嘛。啊，坐几天的飞机我那忝啊啦，我辛苦啦。衣服给你准备好了。爸不是真的要打你，那小总要拿去擦一擦，明天就不会走。这是我活该，让一家人的努力都白费，不仅让爸妈失望，还让你跟姐白白辛苦了九年。这一巴掌是我应该受的。都是一家人，说什么活该不活该，说这些干嘛？不过爸真的很生气，他也很爱你，所以他才会打你这一巴掌。他不是真的要打你啊！哎，哥，如果我跟你说，爸的这一巴掌让我很开心，啊，你信吗？开心？一定觉得我又被骂又被打的。还开心，很变态，对不对？哦，你在国外兴趣蛮特别的。没有啦，哥，你记得小时候啊，爸常拿我的成绩跟你的成绩比，每一次你都被骂，这样你应该很讨厌我吧？我们两个不一样，你比较聪明，书读的比较好。我书读不好，被骂也是应该的。而且到现在，他还是常骂我。是哦。啊？你在国外的兴趣还蛮特别的哈。好了，要擦一擦，明天就不会肿了。要不然明天脸肿，妈看很难过。哥，你帮我擦。不愿意哦。也没有了，来，我帮你擦。你在国外都养了什么兴趣啊？又喜欢被人家打，又喜欢人家帮你擦药。不要乱动，弄到眼睛会痛啊。哎，哥，我比较习惯睡右边，睡左边吗？还要一起睡？哦，也对了，这是你房间，那我去客厅睡好了。没有没有没有，没关系，你继续睡，一起睡一起睡。
金竹说的对，虽然我们是亲兄弟，不过我还真的不了解庆祝。太阳蛋有什么困难的，对不对？什么事都难不到我，唐湘西。弟弟，哎呦，我会自己绑头发了耶！哇，小公主好厉害啊，跟爹爹一样啊，一样完美，一样 perfect。啊，要是爸比回来知道我会自己绑的话，他一定会很开心。那当然。可是你知道吗？昨天爸比打电话给我说，他要延期回来。你骗人！爸比这么想我，一定会准时回来的。哎呦，小公主怎么那么厉害，什么都难不倒你啊！那等爸比回来那一天，我们买一个大蛋糕庆祝他回来，好不好？可是我觉得我们要大扫除哎。哎，也对哦，家里好乱啊。不想这样给你爸比看到，你爸比一定觉得我们不能没有他。偏偏这一次，我们就要让他刮目相看，好不好？我知道这句成语的意思，就是要让爸比很惊讶。哦，小美女真聪明。好，那我们赶快吃饭，吃完帮人送东西给黑子姐姐，好吧？嗯，来坐。爸比今天煎的太阳蛋，你一定要尝一下。好啊。不熟的。嗯。好吃！哎呦，这么给爹爹面子，爱死你了！那我要超越你爸比哦，我明天煎更好吃的给你吃。快吃！现在7:10，我们可以很悠哉的把东西拿给大姐姐，然后再很悠哉的去上学，不会迟到哦。大姐姐没关门呢。嗯？哎呦，对。会不会被小偷啊？赶紧躲到姐姐那。是喝醉了，喝这么多，嗯，那怎么办呢？老师早，早。抓包了啊！老师早，你早。要不要找？哎，什么廖北啊？我是好心关心你，好不好？要不然我大哥拿手机出来拍照存证。哦，谢谢你哦。那不客气哦。Daddy， 我先进去喽。好，拜拜。拜拜，待会见。干嘛？一大早看你这样啊，郁郁寡欢的，眉头深锁啊。这一声叹是你爸回来了吧？哎，这二声叹应该是啪啪啪啪家庭革命了吧？哇塞，你在我家装监视器啊？开玩笑，我谁？我唐湘西，我脑袋比监视器还厉害，我告诉你。好啊，既然你那么聪明，那你告诉我，之前很懂事乖巧的小孩，他突然间任性起来，一意孤行。但是他已经满20岁了，这还算是叛逆期吗？我觉得哦，人会突然改变，一定有他的原因存在，所以不要每一件事情都怪到叛逆期嘛，对不对？可是我不懂哎，到底是什么原因让我弟放弃之前努力的，不顾一切的跑回来？
我爸为了事还重重打了他一巴掌，但是他还是很坚持。我记得他之前最喜欢被我爸称赞了，为了想要被我爸称赞，他什么事情都要拿第一名，没有拿第一名就好像世界末日一样。听你这么说，我觉得我跟你弟算同一种人。你不要侮辱我弟哦。啊，不是啊，我说的同一种人，意思是我跟你弟在某种程度上有，都渴望希望得到父亲的认同，应该这么说。所以啊，话说回来，你不要每件事情都用拳头来解决啊。我哪有啊？最好没有。那天在我家谁在 K 人啊啊啊啊！我是很担心他，好不好？算了，不过我跟你说啊，我觉得哦，人跟人之间哦，要互相了解的话，是要靠朝夕相处，一份是家人也是一样。那如果你有不了解的地方呢？哎，可以靠这个啊啊！嘴巴不是只有拿来吃饭的。好啦好啦，你讲道理倒是挺厉害的。那当然，我唐祥熙耶。嗯。不过话说回来。我觉得你平常是很善解人意的人，只是你现在遇到的问题是，你必须去面对你的家人，所以你就关心则乱。嗯，我知道了，我会找时间跟我弟好好聊聊。来，欠我一次啊。不要，我们好了。有什么问题记得问我啊，我的咨询费、钟点费都算你便宜一点了啊。哎，你学长，哎，早。今天又没出现。该不会出了什么事？还是家里发生什么事了？都变成早午餐了，张律师早。早啊，小佩。你什么时候改骑单车上班了？因为现在夏天到了，我想说想让自己身材好一点。而且这样可以省钱兼运动哎。哦，张律师，你不上班吗？要啊，你就上去吧。你该不会是在等某人的爱心早餐吧？怎么可能？你只剩两分钟就拿不到全勤奖金喽。对吼。家伙到底搞什么鬼？喜欢打鼓啊？哦，对啊。可是你不觉得弹吉他比较帅吗？吉他，吉他就跟很多其他乐器一样啊，都是单独一个，太寂寞了。但是鼓就不一样，有小鼓、大鼓，有 hi hat 跟 crash， 这些全部加起来才是一组，一个整体。哦，就像一家人一样。要聚在一起，才能创造出完整的节奏。而且啊，鼓啊，打起来超级热闹的，可以发泄心里面所有的情绪。所以啊，最喜欢鼓了。这个我是不太懂啊。不过小时候，你为什么喜欢老跟在我屁股后面？因为篮球啊。啊，小时候最喜欢看哥打篮球了。可是你都嫌我太小，
你都只能坐在旁边看。喂，你还好意思说？我第一次带你去打球的时候，你就被球砸到流鼻血，而且那个球还不是我丢的，回来被骂到跟猪头一样。那是小时候的事了，好不好？现在我可没有这么弱。常常在美国跟朋友一起打。哎呦，干嘛？不信哦？斗牛要不要？走啊！黑夜需要温柔，阳光伸出援手，你温暖我不见天与的寂寞，让我呼吸律动，把你闪耀节奏，天作之合的我们，光合作用。不小心爱上你，一不小心就下雨，不小心爱上你，一拍即合的少女，不小心爱上你，一夜四季都下雨，不小心爱上你。哥，这哪一招啊？台湾 style， 恨口防守啊，乱七八糟的。来，你哪有一直投三分的斗牛嘛？你要切入，切入才对啊！啊，能投三分，干嘛投两分啊？哎，不过我这么久没跟你打，没想到你现在这么准啊！啊，我根本还算是小咖的，国外那些同学都是打花式篮球，那才叫是高手。你常跟同学打球啊？嗯，不管是放假还是下课，每天都打，那是在我迷上爵士鼓之前唯一的娱乐。哦，听起来不错啊，又打球又可以专心读书，还很自由哦。我一开始是这么觉得，可是等到天黑之后，就只剩我一个人了。你同学呢？都回家了。那你也回家？不是有在那帮你租房子吗？那是房子，不是家。家跟房子还不是一样？哎，打球了！哎，哇！球打得不错哦，一定很多女孩子喜欢你，对不对？有没有交女朋友啊？有啊，不过那是过去式。那所以你是失恋分手才跑回来？哎，恋爱这种事才不值得我这么做呢。哎，反倒说过来，我怎么听话说你交女朋友追到警察局去了？哎，我先问你的，你要回答完才能问我啊。好啊，好啊，你问。那。你出国的时候什么时候交女朋友？没有对人家怎么样吗？拜托，我出国的第一年就交女朋友了，哪能忍得住这么久？第一年你就交女朋友？不像你哥啊。哇，你在那边去了一年就交女朋友，那一定交很多个哈。还好了，还好。竹，难道家里没事了吗？还好，臭哥很羡慕。臭哥，哎，等一下。哦，江律师，喂，方代竹，我现在刚好有空档，要不要请喝咖啡？不行啊，我现在有很重要的事，而且我等一下。要回车厂去赶工哎，很重要的事。好吧，那你忙，拜拜。奇怪，他可以约明天嘛？哎，哥，你女朋友？管那么多干嘛？吃冰啊？哦。哎，贝尔家冰店，这家冰店的芒果冰很好吃。老板，我要芒果冰，你要吃什么？我要仙草牛奶冰。有件事哦，你要记清楚，这关于你一生的幸福啊。
我以后交女朋友，千万不要让爸知道。为什么？哎，哪那么多为什么？反正没好处就对了。哦，还有，以后交女朋友在结婚之前，千万不要对女生乱来，要尊重女性。哎，我怎么从来没有听妈说你交女朋友？哥，难道你是？是什么？哎呦，哥，我跟你说，这种事情在我们国外是很开放的，所以你不要害羞，大方的承认，没有关系的。承认个屁呀！太久没被贬，是不是？赶快吃冰啊！无大无小，甲你母子出来，雄雄甲你拼上来，我袂应该，甲爸，该拍手较超过，我无变咯，感觉你老爸你甲囝回心内向。即摆是安怎？当初才是篮球场要甲要迁到闹震动了后，规间店拢甲要霸占去哦。哎，爸，你那个电视剧看太多，啊，那你这做大兄哦，那真含啊！恁小弟母子出这大出，你无家己苦恨，搁家己耍篮球，耍到遐欢喜，安尼哦，伊就愈无想要当去美国啦。爸，我不要骂哥。不管谁说，我绝对不会回去的。你哦，安怎啦？你别吵死你！我想到有一台车是钱忘了收啊。哎，啊，你要做这个代志是倒一台啦？啊，我带你去老家看。你哦，不是咧做这个代志啦？咱都无咧做义工的无，啊，无赚到歹钱。吴小姐，你终于醒了，你真的很夸张哎，睡到现在都下午三点嘞，头好痛。小姐，你这样宿醉，谁叫你昨天喝这么多酒？我光踩你这些酒瓶啊，我踩到脚都酸了。喝点热茶吧，会好一点。谢谢。唉，老板不在，就什么都不对。现在连外星人都学会喝酒。要是老板知道你学会喝酒还酗酒，他一定会很生气的。喝酒不好？当然不好啊。他会生气？一定会。不能说。要我不说可以，但是你要保证你之后绝对不会再喝酒。嗯，苦苦的，不好喝。是哦，思念就跟酒一样苦啊。嗯，好了，我的任务完成了，我要先走了。谢谢。不能说。OK， 我绝对不会说的，拜拜。
猫已经醒来，任务完成 ，over。嘿嘿，搞定。温振华，温振华，你上辈子修了什么福分啊？有我这么体贴细心的家人啊！你回来啊！你不好好的摆个满汉全席，摆个七天七夜，我是不会原谅你的啊！替你照顾这只外星猫，啊，折腾嘞！小佩啊。建设公司案子有没有过过啊？快送我准备好了。过一下。各位先早。大胆刁民，居然敢惹我，你死定了！那你刚过了没？爸爸出点时吴小姐，我要出国10天，这几天花店不会开，你要记得自己吃饭，稿子不能迟交哦。喜欢呢，就是你看不见他的时候呢，你会一直想他，一直想他，然后想到他的时候呢，心里就会满满满满的；想到他的笑容呢，你的心里也充满了笑容。可是想完之后呢？又觉得很空虚，很寂寞。只是风景，如果没有你，日落东京也是孤独的旅行。如果没有你，一个人的日子会多么可惜。一起看回来了，整夜弹着琴，从手心到背影。你好，我们要一份双人套餐。你的朋友换了车，我也都尽力了。没事没事没事，谢谢，再见，谢谢。有人对你微笑着，某些频率不适合，也要忠于彼此的性格。曾经在一起，心里有多。情歌不是唱完就算了，不是一堂课，有时有不停的眼泪，有你想不到的苦涩。幸福不是情歌，不是偶尔来做客，无法被预测，它很真实的温暖你每个时刻。听的眼泪，有你想不到的苦涩。幸福不是情歌，不是柔。